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轮回来玩那个 Master 的反正就 Genius 的，然后今天我们就去打那个刚走的斗兽，然后这个已经接了，可以开始了 ，Let's go！ 啊，斗兽，斗兽，斗兽，出发喽！让你们继续坐那边 ，Fighting！ 好，出发，箱子应该是没东西，没有啊，箱子本来就没东西。刚才你们去看了吗？有啊，那时候我就看了，没东西就没东西吗？而且仙人掌也没有哎、欸。仙人掌，你要仙人掌是什么？仙人掌网上才有的，现在没有。好像是吗？啊，就是这个，好像是有比较特殊场合才有。该不是啊？那是打五雷龙都有啊。特殊场合。哇、啊！直接放。我一来就来这招吗？一来就来这招。石头。Oh my god！追红色岛，可以进入。跳，跳你会跳就可以了。不要跑啊，走！阻止他发指令，他生气了。哦，这样快生气，好快的，这样快生气，都是姑爷的错。好像是红色生气，蓝色才生气，对吧？脾气不好，脾气真不好，脾气不好呀。吴越，你惹他生气做什么？讲到我在拖他香蕉这样。对啊，你去拖他香蕉做什么？会不会好，来了。怎么？他们来了，他们来了。哦，帅！会绝对防御，绝对防御，绝对防御，拿 PGG， 拿 P。这是怎样？绝对防御的 GG， 都不可能站在红线边的。我只是路过哎，这是怎样？走人哦！走人走人！喂，丢墙壁！路过而已，这是怎样？又要来啊他们！大绝！你看红色又来指令啊！指令头！注意啊！站！红色一直发指令。红色是妈妈？他 是, 是吗？他是不是？他是那个紫光。好、哦，又来了，指令。哎呀，这是没，这是没给你的车。不要再加血。啊？嗯。地楼君自己补一下血。补了，补了，补了。是绝对防御，哎呀！没力啦。哦，不要了，有闪到，闪到，闪到，闪到！指令什么？还放什么指令啊？生气喽！哇吼！哦吼！做绝对防御，我都给，哦，追我了，都给人家炸飞了！来了来了，兄弟要再放指令呐，绑架你的！没有闪中 ，goodbye， 可恶 ，goodbye goodbye。好啊，太红的一只硬纸，实力风暴，好的，注意注意 ，boom， 哦哦，我又来指令，哦又来的，应该怎样？你又是怎样？买的这个，你又追人的，哦，飞天，玩魔刀。为什么会吸引？蓝兵走远点，走走走。那是蓝色的，一直 M 着我。肌肉君跑了掉。好狼。哦。又来这招 ，Oh no！ 这样来这招的时候，千万不要撞在一起。你不要忘，你不要忘记，我有金刚身的。金刚身就不用死咩？应该是出大绝了，快点跑。哦，闪不中。神力风暴。对啊，普攻，这个地方他从这个时候来一个啊啊 ，Hello， 抓准翻，抓准翻，打他了，哦，你来家，抓准翻，打他了还怎么办？抓准，生气生气生气，哦，打一下你的啊，哦，哎，没有闪到。浪费啊！
两个人带，有装红色的，红色滚啊！大滚！这我是不怕动作呀。 哦，小心啊！打你一只啊！我要磨刀，姑爷，我要磨刀！不要磨刀了，姑爷！什么不要磨刀先，姑爷快点跑！哇，他M了！哎呦，暂时趁前撤退。哦，三人撤退啊！哈哈哈哈哈！什么名声的？回血。好的啊。好的。好的啊。中中磁铁，中了整身铁了啊！啊！我过一次。过来，走啊！溜区。哎，又跑掉，分开就好。红色这边。红色是我这边。爆刀枪。敲你！来呀！来呀！过分啊！过分啊！ 他们会召唤吗？生气啊！哦，你们的意思说，我已经说过，已经说过了，这是个路痴。快点打红色的！你确定要玩？喂，我好像抓什么奇怪东西？喂，不要这样！睡觉！对，为什么睡觉？哈哈哈哈哈！睡觉！喂，被抓了，都是睡觉。喂，有啊，打到。 一个抓一个杀，要两个一起抓。我啊，不要两个一起抓，我没有陷阱啊。不要，我没有陷阱。要不，要不人家会问你啊。问我干嘛？要是矿，我就是喜欢抓嘛，你不能怪我。对，哎，矿陷阱，有陷阱吗？他讲，凡事都不用，他讲不是什么东西可以拿来杀生的，他们是生命，他们都是生命啊，很珍贵的。 火猴子，哎呦！他们是生命，所以啊，我火猴子呗，很慈悲。打过耶？你简直大飞了！哎，不知道吗？我被鸟打中毒啊，飞去啊！神器，神器！哎，打中毒，那个名是蛇龙吗？是吗？这盖伦名，飞去了。啊，都啊都，帮你们回一下血，在两边。有啊，龙击炮好了，人家。 有啊，龙击炮好了，人家。那你哦？那瞄准他了。来了。哎呦！中。有中，好像是没有打中，好像是打到你了，打到肌肉。来点活力吧。没有打不动。我以为他会跳的吗？我预测他动作，结果预测失败。 哦，没有。哦哦，我要磨刀了。不急，别干。人呢？要蹦蹦蹦。蹦蹦蹦。蹦蹦剑。蹦。再来一个蹦蹦蹦。这又是什么？蹦蹦剑，你问你是还是不是？又是给我取什么？蹦蹦剑哪里？给我取什么？你这怪刀。蹦蹦剑哪里？蹦蹦剑在哪里？ 爽了，随便。哎，我没有龙击炮，就用普通打可以了。好，龙击炮好了。那砰砰砰，都听到砰砰声。弓箭。可以弹出。哇，龙击炮！咦，重型二军，爽。可以。 怪物队友一起打，但是打不中。秒中没？秒中到，我退地啊！一直被攻击，又见你急了。小心，小心，农夫拳。农夫拳算。不，我不要。不要什么？ 我一直照飞我，我没有炸到飞，啊中，哈哈，帅。
喂，耶，哎，这娃死了还推我，斗兽之锤，金斗兽的蓝毛啊，好猥琐那个名字，蓝毛，原来这边有东西挖的，我第一次才发现，极铁灰龙石。阿伦，你跟我去一个地方，在哪里？加点。不耶！对不对？一打不中，一没打不中。抱歉，抱歉，抱歉啊！有妹，哪里？有哪里？肌肉，肌肉，你想怎样？这里，走。有什么东西里面？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喂，喂，这个可以。有什么？我来，我来。来这啊！快点跑啊！什么东西？来啦！好。哇，你到底要去哪里？过来，过来，过来啊！好，人来不及啊，来不及了啦，时间到了。你带我去哪里？来不及了。哎呦，那么年轻人，那么那边不是回这里的路？不要，我想带你去一个地方。带我去吹风吗？带你去一个地方。去个地方有秘境啊？好吧，这一张。哎，我有桃花，这二十张。你中了二十张啊，那爽啊，中了一杯不用回不用回家了，回家集合。把你回家，我可以回家，站在受苦娘面前啊。你怎么站在受苦娘面前啊？因为今天有受苦娘的保佑，受苦娘的拥抱。有啊，你觉得有保佑的还有啊？我都没有猫到车，我觉得好像没有保佑。好了，这次的时光就到这边为止了。谢谢所有观众观看我们这一集的重点，然后喜欢我们影片，给我们一个 like， 一个 share 的 YouTube 也欢迎订阅我们的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